上星期的入睡就在睡在讲职业，梦罗职业，一指清闪，一闪离欢。你们先看一下，也是最近的新 MMO 啊，啊，我有给你们拍过手出嘛。有动，看一下，那这个职业呢，其实也是长这样，就够职业。最新欠完的手游，技能在哪里呢？我的技能怎么不见了？哎，这里怎么一条线？哎，我吓到哎！我想说我的手机怎么出现一条线了？等一下，这是手机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啊？哎，我不知道哎。应该是他们地形的问题。为什么这么有一条线啊？等一下，我找一下原因。啊，应该是他们手机的问题。哎，不，应该是游戏的问题啊。等他们修。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职业的技能啊，在这边。啊，技能可以预览。这个旋风很帅，然后一些法器啊，那你看一下那个背包，哎，是啥？我们就一直这样练下去。然后这边他有那个，他可能现在我那还有我的萤幕是不是那个摔倒了？哎啊，我的技能呢？不是啦，我的装备啦，说错了。哦，这个职业你看一下，这边写梦罗。这边你看你的电视，它怎么突然暗暗的啊？